What?激进一点的，有发现哇！这直接一个 Q 闪是撞到了鳄鱼的脸上，鳄鱼开启大绝，身上挂着点燃，往后撤退，还是被朱女给晕到了。配合 Fofo 的伤害，拿到了这个手叉。JT 这边要抢吗？朱女的状态其实不太好，但是这个位置是有机会到重击的距离，先送个大绝，但是手叉直接空炸了。朱女的走位还不错，不过最后这个地龙还是由红队这边先收了下来，然后瑞空的一个盛大登场。出手之后是直接被虚弱了，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最后留下的是汤肯奇，但是汤肯奇这个闪现的距离不够，还是被链子给链住了，身上挂着点燃，往后撤退，还在烧。最后一下 Q 技能加上 Fofo 的普攻，还是没有能够成功带走。抢这个预知者要直接叫了吗？现在还没四分钟，是有机会撞塔皮的。旁边的话，电狼也知道你这个预知者是想叫的，我直接过来这边。凯能闪现开电，效果没有说特别好，但是在上面的话是配合蔡雅跟瑞克的伤害，有留到索纳的小命，也非常果断的闪现大绝。嗯，但让我比较讶异的是，就在于说。汤肯奇朱女大绝配合瑞空的进场是直接打出了一套的伤害，加上点燃，最后是被索纳给成功来不及的回血救驾成功。哇，怎么回事？差了一点点，伤害不够。最后是 Bucky 很生气，一个斧头灌在那边脸上，还在追击。不过我觉得相对来讲的话，就是Res 这边他们 Bucky 这个蹲点是直接被对面给探测到了 ，Fofo 完全不怕，直接往前打出了电刑之后，他们还要继续吃吗？现在闪电狼的状态很好，而且是已经。全队的人压到了小龙的位置，这个龙是彻底不想放的。旁边朱女甩下大绝之后，瑞空的进场，首先是把贝蒂直接给带走了，贝蒂非常的软。下面的话，考拉还在跑，被欧拉夫追击，而小龙的部分剩700滴血，最后是朱女很轻松的就直接带走了。但是他要在龙池里面，瑞神没有 TP， 虽然是有索纳的群盾血量维持的还不错，可是有一点抖。旁边瑞尔还在压对面位置，索纳直接闪现大绝，但是伤害差一点点，小臂是有技能的。欧拉夫开启了大绝，想换小臂人头，最后是成功带走了。旁边哈娜在另外一边稍微压一下对面的位置，但是这。边闪电狼完全不管这个朱女，回头就是要追这个Kola。我们刚刚讲说 MSI 的队伍回来都会遇到一些挑战，但闪电狼一定是学到了很多东西。巴龙朱女甩大之后要在巴龙这边一波交战了，鳄鱼开启了大绝往前稍微砍了一些伤害，还有绿石吗 ？Rest 是有大的。Fofo是往前丢一些技能之后，苏月神石叫了出来，回复了一些血量，状态维持的还可以接受。但是这边还是要吃吗？这个画面我记得不太对，还是要吃到底。哈娜先扫了一下眼睛，清理一下视野，已经没有太多的对，两边都弄好，而且凯能是直接进场开电了，虽然说是有被带走，但是是有打出伤害的。旁边朱女先往后撤退了，汤肯奇的闪吐没有吐到，最后是邪鬼往前的追击，配合索纳伤害成功带走。这边闪电狼是一个成功的反打，但是现在吃巴龙的血量还算是蛮不错。Fofo 也没魔了，所以这边 Fofo 是没办法回复能力的情况之下。只要对方不是五个人一起到，他们是有机会用这种拉打的方式来赢下会战。可以看到这边已经是第二波团战，你会发现说，在前几波闪电狼输掉跟这几波闪电狼赢下来的比赛，的团战中差别就最大就在于说，对，直接甩大甩在鳄鱼脸上，要后续的出手吗？鳄鱼开大往前弹，旁边的欧拉夫也直接开大，就是要劝退你们拿到这个内塔。索纳直接大绝定到两个人中，小臂这边定到了，还好是有交出大绝，往后稍微拉了一下，直接交了个闪现，但是中间的战场已经爆开了。凯能往前垫，但是吃到虚弱，所以凯能伤害有点打得不太够。反而是这边是直接踩到了高地上，邪鬼直接拿了一个三连杀，一个毁灭性的伤害，整个会战就崩了。先从这边一开始就是有这个哈娜大绝敲响了这一波团战啊，一个大绝之后，两个大汉直接发怒，开始开启了大绝往前乱砍一通。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时间点 ，Betty 这个闪大我就可以非常关键了。他这边不是，他这边甚至不是用闪大，直接开一个一走进来，那感觉起来小 V 的反应是稍微有点慢的。啊，主要就是第二波这边凯能被虚弱套到之后，给了邪鬼在第二波进场的空间啊。那这边是一个大到。两只、三只之后再用自己的 W 技能，而且他的这个 E 技能也几乎全已经在另外一边就位好了。同样的，凯能是没有闪现的哦。那闪电狼是握有这个情报，所以看一下。鳄鱼直接开大了，这波会战要直接开打了吗？旁边 Fofo 想要找一个侧边进场的机会，不过这几名大汉都非常的坦。
哦，血量拉住，他们现在在钓鱼吗？他们到底要不要吃到底哦？来，闪现，闪现，大绝，地上的是猪女，旁边瑞空一个反手进场之后，小 B 开始疯狂的 A 普攻，凯能在一个很糟糕的位置交出了惊人之后，其实状态没有很好，是直接被哈拉比跟强化的 Q 秒杀了。这个血量跟鬼一样，旁边粘上的是小 B， 小 B 现在怕的要死，直接被大绝给炸掉了。这个血鬼跟鬼一样啊！我的天，怎么回事？现在贝迪是疯狂的在追击，佛火剩不到100滴的血量，撤离了这个战场。很简单，他不想要被偷巴龙，所以他觉得索纳必须要用大绝先把猪女抓掉。所以他刚刚第一时间注意到 Raider， 他好像是要往坦半坦的方向来走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其实是有机会做出这样的跳。这边是小心枪开启技能之后，旁边猪女进场，瑞空这个开战还不错。旁边小 V 是直接被哈拉比给劝退了，哈拉比是一个人撸到了四个脸上，中间凯南的大绝是有稍微限制了一下对面，但是这边对面还是几乎全面满血的。索纳往前去的追击，利用他的被动点塔，这个防御塔瞬间就被融化了。哇，哈拉比那个进场真的太可怕、太恶心了。他队友被开了，然后他一个人撸到对面整队脸上。我们一般看到那种地上有那种很多什么动画片，有什么那个在潜在地上的水，那个都是移动很慢的。但是他那个哈拉比，他有着这个向回冲击的加速之后，你可以看到那一滩那个猩红之齿，他直接撸进去再撸出来。对，而且相当大的差别就是有没有这个虚弱的差别哦。因为 JT 这边的辅助是带上点燃的，其实反而导致他们在混战当中是没有任何可以限制血鬼的手段。但是凯能，连续几波混战，他其实都有被小 C 的虚弱给套到。而且小 C 刚才他那个是惊人贝特流吗？我假装我按错钟表。让你来开战，就一波就爆裂了。刚才那波瑞空开的蛮好的，可是你可以相比一下两边上路在会战里的 AOE 伤害，很明显这边血鬼是比凯能高很多了。因为最后那波其实凯能也是有炸到东西的，可是对面真的太坦了，没有办法。那这一场比赛的话，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在光看前可能二十分钟是完全没有办法预料到最后的结局的。我觉得哈纳比还有说，包括说可能下路 Betty 的表现真的是非常不错，但是我觉得闪电狼还是有很多可以调整的空间，包括是说他们选出来的鳄鱼还有欧拉夫，其实真的就完全是一块肉块的作用而已。对，但是还记得我们刚刚在赛前有提到，就闪电狼需要一点创意，需要一点不一样的想法。那刚刚的那个巴龙口是，我可以说大概可能一两年来第一次看到。LMS 队伍做出这么有创意、这么果断的举动哦。我觉得你讲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我们赛前有讨论，